阿弥陀佛，四十归元。咱接顶一集的经文，我先将这段经文来念一遍，咱来对一下。我作不时，光明无量，普照十方，绝性诸佛，胜于立国之名，千万亿倍。若有众生见我光明，照彻其心，莫不安乐，诸心作善，来生我国。六不逆者，不处正觉。这一节里面包含着有两愿：光明无量愿、速光安乐愿，包括这两愿。佛心常住，佛的光明是无限的，在《弥陀经》里面，世尊为咱介绍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，伊老人家就举出两个解说：无量寿、无量光。其实阿弥陀佛这四字完全是梵语音译，也就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音。梵文阿翻作无，翻成咱中文是无的意思。弥陀翻作量，佛翻成觉，实际上意思是无量觉。无量就包括太侪太侪了，整个法界，一切心境、事理，无所不包。这是无量，在无量里面，佛用修甲光做一个总代表，这真有意义，因为光明片角代表空间。寿命之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者，代表时间。咱知影，讲时空、时间、空间，当然一切法拢包含在时空里面。这一切法，拢拢爱觉，觉就是拢爱知影，拢爱明了，这才叫做觉。觉离不灭，所以这个是光明片角的意思。诸位一定要知影，无量光寿是咱家己本性内面本来具足的德力。像佛在《华严经》内面甲咱讲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。正的
由此可知，佛的眼光当中是法界众生依佛实在是定德，无离无别。为什么有实法界差别呢？差别之所以产生，就是因为众生有梦想，有执着，离开一切梦想执着，多一个不是本来成分呢？所以华严、甲愿觉经拢讲得真清楚，一切众生本来成分，本来就是分嘛。这个毛病呢，就是发生在分别、梦想、执着，毛病出在这。这三项物件，那愈多，愈迷就愈深。在十法界里面，地位就愈低。如果迷得较浅，你就是感悟的程度较侪，你的地位也都会提升，都较悬。这是未较浅，所以一个四乘法界有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。教佛这是感悟法门，一丝毫梦想执着拢无了。由此可知，阿弥陀佛这一关是帮助咱破迷开悟。伊讲光明无量，普照十方，觉性诸佛，这是讲超过诸佛。咱也常常听讲，佛佛都懂。每一尊佛成佛拢是共款。阿弥陀佛本来超过其他诸佛呢，实在讲是真的超过。佛佛都懂是讲理，理想是定德，在理论上这个道理，理体来讲，本体讲是平等，理想平等，但是思想无平等。为什么思想无平等呢？每一个人的观，就是愿力不相同。每一尊佛菩萨，各人法的愿无同。阿弥陀佛在因地内面所发的大愿，就超过一切诸佛在因地当中所发的愿。这是愿无同。因此，伊在高地上的成就，也就特别的殊胜。释迦牟尼佛在本经赞叹阿弥陀佛，讲伊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这是本书释迦牟尼佛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，赞叹到了极处，无异佛家。阿弥陀佛的功名是普照十方。咱若要问，阿弥陀佛的功名
敢有照着咱的讲堂呢？敢有照着咱本人呢？这是咱最关心的。一般学佛同修，大家拢希望佛光助教，得到佛光的助教。实在是弥陀光明无所不在，无所不教，就是遍一切处，不管什么所在，佛光拢是普照。而咱家己甲阿弥陀佛的光接袂到。这个线呢，接袂到，敢若像咱即马电波啦、电脑啦，这个线无接到。为什么接袂到呢？毋是伊的光明无照到咱遮，是咱家己本身有障碍。将佛的光明障碍掉了，咱感受袂到。好像就咱日时啊，在空旷的地方，太阳光明真大，你若去行前雨伞，甲掠起来，阳光就照袂到。这都无法度，唔是太阳光无得照，是咱家己呢有障碍，唔肯靠照，你家己抓一支雨伞。那么这是一个譬如啦，譬如咱家己本身有这个障碍，咱一般讲业障，业障深重，感受袂到。佛光的一个助教，实际上佛光是无时无刻，不管时不管在什么所在，拢在普照一切众生。阿弥陀佛的佛光亦修如是，咱家己有业障，业障障碍了。佛的光明，业障在佛门里面，我想这个俗语大家常常挂在嘴边啦。那会怎样呢？因为每一个学佛的人，拢希望要消业障。能到寺院里面去拜拜，拜忏。从现在呢，十个有八九个就是想要消业障。其实，这个业障，咱来去寺庙烧香拜拜，甚至拜忏，这个业是不是有消毒呢？其实，那是这个问题的提出来问大家，什么叫做业障？你是不是明了？如果你唔知影什么叫做业障，你本来知影业障有消毒啊无呢？那么这是。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释迦牟尼佛一生四十九年，为咱讲经说法，经典流传到咱今日，讲经内容甲咱讲什么呢？
就是在甲咱说明业障。说明了后，教咱方法如何来消毒这个业障。所以呢，咱要消业障，首先爱先明理，明了什么是业，什么是障。并不是讲去拜拜，过去还阁听咱导师讲起，在台湾有一挂信徒请法师呢拍香板，讲香板拍了呢，业障就消除。如果呢拍香板会当消业，释迦牟尼佛何必了刚经说法49年呢？不多，都加一根红板，看到人就拍，大家拢开悟啊，大家拢消业啦。实际上，这是做不到。所以主要啊，也是爱明理，明了这个道理，明了这个方法，然后如理如法来修学，安尼。才能达到消业障这个目标。由此可知那么过去有人拍香板开悟，这是咱禅宗里面看到。但是呢，被拍这个人啊，已经有相当的程度根基啊，不是讲一般的人啊，你个拍牌伊就开悟，无这个道理。所以大家爱知影，你若无明了，拍到死嘛也未开悟。咱来知影，这个业意思就是活动。但一切活动正在自作的时候，就叫做事啦。你在即马在做什么事？做什么事情？做什么代志？这个事。那么事做了后，结果就叫做业。所以呢，咱一般呢。讲事业，事业啊！咱在社会上，你在做什么事业？实际上，咱生活当中，心口与三业，一点一滴，多一项不是事业呢？各项嘛事业，穿衫、吃饭、待人接物，拢拢是事业啊！做这个事。事做了，结果就叫做业。这个活动有心、口三大类。心是咱身体的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事。口里面是言语，咱讲话；心里头是念头、意念、起心动念。你正在在做的时候叫事，这个三业做完就叫做业。业有善业，有恶业，有无记业。无记业就是讲。不是善业，也不是恶业，但是伊也是一种业，一种活动。那么，不管是善业，是恶业，也是无记业，拢拢是障碍。障碍什么呢？
障碍你的清净心，因为清净心里头无业。玉祖大师讲得好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本来无，由此可知业障的根本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在《华严经》所讲的妄想执着，那个根源是为家来。那么咱家己问家己啦，咱要妄想也无，要执着无？有妄想执着，就是执着。妄想执着愈重，你业障就愈重。妄想执着较轻，你业障就较轻。你要去消业障，消了之后，是不是妄想执着就无了？是不是妄想执着就减轻了呢？从这大家就当真清楚、真明了，去检查出来，咱的业障敢有消毒？消毒消毒了多少的？一个学过的人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咱的业障习气，一年比一年少，一个月比一个月少，你修学。就进步，咱所谓讲进步，在佛法里面讲，你有功德，积功累德，你真正在修行。如果真认真去在修学，每天拜佛，每天念经，每天念佛，或是烦恼习气。也一天比一天增长，一天比一天增加，那么你现在所有一切功课拢叫做白做的啦，白修的咯。为什么呢？业障不但无消毒，还感觉在增加，怎么哪会用的呢？啊，你的修行就是古早人讲的话啦。这风气念佛的人，讲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啊，一天念十万声，心内贪嗔痴慢，啊，一天一天的严重，讲安尼念呢，化破难熬也枉然，无用处啊。讲较好听呢，念这句阿弥陀佛。比骂人较好，独处之外无什么太大的效果。业障不能消毒啊！由这大家，咱就当体会到真正讲消毒业障，也就是使咱的梦想执着烦恼。刚比一刚较轻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念无量寿经。在佛所有法门里面，这个法门特别有效，特别殊胜，敢那得效药啦。这就是弥陀光明片教，弥陀光明。超性诸佛，伊个方法比别个方法有效，伊个方法比别个方法较快速、较紧，是这个意思。下一句是譬如，日月，日月在咱这个世界是光明最大的，发光的光体，这个。日头甲月亮上大，迄个光明呢超过日月千万亿倍。那么这一句是譬如，譬如佛光，
这个真大。基础的一关就是出宫安乐，出宫安乐，那用最浅显的言语来说明，就是你接受这一部无量寿经，为行入去，依照无量寿经的理论方法境界来修行。啊，注意爱一记，修是修正。行是行为，身语与三业的行为，咱三业行为有过失，有错误，把这个错误、过失修正过来，这个叫做修行。啊，那么咱搁再把这个话讲较明白一点。一个人每天反省，发现自己的过失。你会当发现自己的过失，这叫开悟。你觉悟了，啊，你已经发觉自己多一点有错误，有些发现到错误，安尼你就不迷了。迷的人你就不知道自己的毛病在哪里，不知道自己的过失，知道自己过失的人，这个人觉悟，这个人就叫做开悟，不迷了，进一步把这个毛病改过来，这叫修行，修正行为。所以修行是在起心动念之处，绝对不是每天我卡着木鱼念经，我拜多少佛。如果念经拜佛烦恼无减轻，逐天增加，迄嘛毋是真正修行。固然啊，迄是修行的方法之一。但是呢，你若毋知影一个反省，毋知影修正咱内心错误的行为，那么等于呢无效果啦。修有在修，那个无效。敢若亲像咱人有病，有病呢，有都有在食药啊，有在治疗，无效果。不但病无减轻，反倒转来搁再加重。那么这是错误。那么。真正修行呢，是要从根本修。这个根本是什么呢？根本就是心地，心清净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修拢好，上经念佛、拜佛、持咒、参禅、学教，主要是在修心。你心若清净，用什么方法拢对啦？心清净，咱的言语就清净，身体自作就清净。心那是无清净，言语搁较鲜也无清净，行为完全合乎戒律也无清净。表面呢做甲真好看，啊，敢那就是持戒精严。心内呢，贪嗔痴慢烦恼一大堆，外表虽然做甲敢那真好看，迄也无济于事啊，也无作用、无效果啊。所以重要是伫修心。如果呢，
修戒律啊，那袂当帮助你断烦恼、出三界。那么，这就是错误啦，无效果。啊，袂当帮助你断烦恼、出三界。这个修学就等于入坑，所以呢，咱袂使只干那注重这个外表，啊，干那注重外表了，物质艺术，不能断烦恼出三界，你断烦恼出三界无帮助了，所以修行一定爱知影这两字真正的含义，咱要安怎样来做法？弥陀光明触地心，就是咱今日接受这部《无量寿经》。那么咱看到《无量寿经》，在读诵《无量寿经》，讲《无量寿经》，那么这就是弥陀光明在给咱助教。咱念阿弥陀佛，念佛的时，弥陀光明。就是在给咱助教。啊，咱今日比较宣说，虽然不是全经，啊，是这五经里面的一章，啊，一段，啊，甚至于讲这部经里面的一首偈、一句经文，注意听了后。心中会当有感受，会欢喜，那么这就叫做光明觉心。弥陀光明照出你的信心，安尼你才有这个感受。真正明白，真正从今日起感悟了，发大愿心。依照本经的理论方法来修学，这就是弥陀光明啊！从今日起照出咱的身体，果然会当做到正念相继，迄就甲阿弥陀佛连线了啊！敢那电脑啊，两台电脑呢，这个线连起来了啊，甲弥陀就当通了。甲阿弥陀佛呢，就通达了，祖祖连连都感应，但是感应绝对是有，感应袂使刻意去求啦。啊，袂使去求感应，只求心地清净，心地清净了，必然啊有感应。所以感应你不用去求，只要你心清净，它自然就感应。所以清净心呢，这是重要的。那么，纵然咱修学有了感应，也免炫耀啦，到处去共辩，去共讲，安尼这个心又阁无清净啊，这个真重要。非常重要，一定要保持你心地平静清净，安尼才能提升自己的境界。一定是将功夫成片提升到事一心不乱，不再提升到利一心不乱。如果那小可有一点啊感应。自己就感觉真了不起了，我修行有了功夫了，别人拢对我袂着了，辱我了，这是妄想，这是烦恼，我完的烦恼就起来，烦恼妄想一起来，功夫马上就失掉了，就特转了，那么迄度非常非常可惜，所以大家一定爱知影。保持你的清净心，保持你的平等心，
非常重要，平等心真重要，这是这一关的意思。真正会当安尼做，现在身心清净、幸福、自在啊，这个就是诸心作善，心地清净。诸心从多一粒出来呢，从清净心流露出来。清净心内面流露出来，就叫做大慈大悲。为什么呢？伊这个心无分别心，无执着心，无妄想心。咱世间人不是讲无慈悲，慈悲有附带条件，不是讲完全无条件。什么条件呢？这个人我欢喜，我就对慈悲；那个人我讨厌，我对伊就无慈悲了。所以，这个慈悲是有条件的，这是咱一般世间人拢是安尼。啊，咱凡夫呢，慈悲拢是有条件。佛菩萨，这个清净心内面、平等心内面生出来慈悲是无条件，所以叫做无缘大慈，动体大悲呀。啊，甲佛、甲大菩萨用心无两样。咱如果呢，咱的清净心、平等心现前，甲佛菩萨就拢同款啦。那么是发起的无缘大慈，动体大悲之心啊，这个呢，这真正叫诸心作善，不同于凡夫，不同于理性，纯粹是诸佛如来发心大慈，因为用心。第八段里面，咱再看下下经文。我作佛时，寿命无量，国中声闻天人无数，寿命一界无量，加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色行缘觉，以彼千劫色用计较，欲能依其量数者，不处性格。咱先讲这一小段，这一小段是第十五关，寿命无量关，寿命无限量。主要知影，弥陀经读诵的人是，流行非常的广泛。可以说在中国晚近，就是禅宗的禅堂里面，暗苦也念阿弥陀经，可见的阿弥陀经在中国非常的风行。阿弥陀经里面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无量寿，介绍西方净土时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乐好啊！注意想想，假使无寿命，更加好的环境，美好的环境也如空了。为什么呢？更加好，我无寿命，我就袂当享受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内面最重要的一个条件，就是寿命无量。啊，这个才是极乐的本体。啊，极乐内面最重要的一条，
西方极乐世界寿命之长不可思议，啊，无法度计算，啊，所以叫做无量，无限量的啦。佛寿命无量，各种声闻天人无数，寿命一概无量。这句话真重要。咱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咱的烦恼一片也无断。咱是凡夫，依着性缘行念佛往生的，烦恼无断啊。当然升到迄搭遐。是生幻性动机托，品位也无关。咱到迄搭去，咱的寿命有偌长呢？在此地阿弥陀佛，甲咱讲得真清楚。这一章经是阿弥陀佛自己讲的。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寿命拢甲阿弥陀佛同款无量。咱在大经里面也曾经读过，阿弥陀佛将来要入观涅槃的一天。阿弥陀佛入观涅槃，观世音菩萨相继成佛，观音菩萨起来示现成佛，等于接阿弥陀佛的气。所以有人讲，这个无量是有量的无量。那么那是以这个经来看呢，当然这个讲法也讲得通啦。有量的无量啊，实在讲啊，有量的量到底迄个数字有偌大呢？释迦牟尼佛在经上给咱举了一个譬如讲，用家书十方世界，这十方世界太多了。这不是我们一个娑婆世界，是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。那么这个世界里面一切众生家属呢，拢证到了辟支佛果，就是说这众生大家拢成缘觉，修行啊拢成缘觉。那么这种这就多了，这辟支佛呢你就无法度通去算起啊，这个数量啊，拢证到辟支佛果。那么每一尊辟支佛，伊的神通，就拢亲像大目犍连尊者遐尼大。那么遮尼多无量无边的缘觉，用因的神通共同来计算，计算极乐世界人的寿量。共同来计算，从尽伊的寿命来计算呢？计算的结果呢？佛讲了一个譬如，讲敢那亲像汗毛，遐尼细。那么佛佫举大海，就讲咱身躯呢，一支毛。那么去问迄个大海啊，一滴水，你甲想看卖，咱这个身躯呢，一个汗毛，这幼幼的这个毛呢，迄个看都看袂啥清楚啊。那么迄个毛呢，末端啊，这个擘个海水一点啊，那么佛陀问咱啦，末端迄点啊水较侪，还是大海的水较侪？当然这。嘛，免讲，当然是大海最多嘛。那么，我用这个譬如，就是讲，这十方世界所有众生，拢成了辟支佛，神通甲大目犍连共款，因共同来计算，计算西方极乐世界人寿命有偌长，因总共计算出来数字呢？就跟他亲像，咱个汗毛啊，去喷一点啊海水，一点点啊，
因所唔知影咧，敢那亲像大海水遐济。所以咱从即搭遮呢，纵然是有量的无量啊，迄也无法度计算。唔知迄个数量，嘛注意从这个譬如去想想的，西方极乐世界人数是无数的，也无人会当算得出来。西方极乐世界人的寿命也无当计算出来，啊，袂当计算出来。今日最进步的电脑，这个计算机也算袂出来。所以以这个有量啊，实在就是无量的无量啦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人寿命这么长，大经当中，佛跟咱讲，凡夫修学成佛，需要三代阿僧祇劫。以西方极乐世界人的寿命来看，三代阿僧祇劫，就敢那亲像咱人活一百岁。这一百岁要三天的而已，啊，或者说，用这个三天又太长了，三分钟，啊，你一百岁要三分钟的时间，那不成比例啊，那时间哪有算啥的呢？就没算啥，寿命真长嘛，啊，无量寿，三代阿僧祇劫在无量寿当中，啊，那是真短的时间。因此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无一个不是完成佛道，个个都完成佛道。啊，成的是究竟圆满的果，这是为什么？十地菩萨、顶岗菩萨也都爱念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道理就在此地。这是讲人数无量，寿命无量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家己也甲咱说明了：家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，色行缘觉，以不千劫色相计较。啊，计是计算，较是比较。啊，大家共同来计算，来比较。若能依其量数者，不处正觉。啊，讲大家来计算来比较，然后人会当知影伊的量数。伊讲，伊我都无爱成佛啦。啊，可见释迦牟尼佛在经文内面，甲咱宣说的是真的，啊，唔是假，拢是真实的。世尊甲咱讲的，阿弥陀佛家己也甲咱说明。伊迄个地方的人数之多，寿命之长，真正不可思议。这个地方，咱来向往，爱想要去迄个所在。但是在十方诸佛世界内面，见未到。一切经论里面有无听讲过？今日有缘遇到这部无上的宝典，啊，咱来珍惜这个因缘。一切缘里面，无量寿经第一；一切法门里面，持名念佛第一。只要一生不怀疑、不间断、不夹杂，无一个未成就。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诸佛菩萨欢喜赞叹。十方菩萨对于你佩服的五体投地，你拢唔知影啊！你像文殊、普贤啊，你想看？修了偌济生，偌济劫，啊，修到顶级菩萨，才知影这一个法门的殊胜。
用信愿起名，先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咱是凡夫地，烦恼一片也无断。咱今日也找到了这个法门，愿意跟文殊普贤因应的方法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你到那边去，文殊普贤观音世子一见面，大家呢手牵手，那么对你就真赞叹啦！你真幸运啦！阮补了无量劫才到这来，你乃这紧啊，一下就到这来了，这个未必的。所以这个菩萨看到你呢，是佩服的五体投地，你真正是太幸运了，太聪明了。一接触佛法，就把这个深妙的法门找到了。伊是多生多劫找不到，这件代志，释迦牟尼佛在本经也给咱说明。真侪菩萨想找这个法门找不到，这个法门难行之法，也是难闻之法，不容易闻到。所以，各级咱读书啊，常常讲念佛的人真多，念阿弥陀佛的人真多。有几个人会当甲阿弥陀佛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呢？念阿弥陀佛究竟好处在哪里呢？能不能把这些好处讲出来呢？真难讲出来。那么咱劝人念佛，人们爱接受，咱讲不清楚啊，念佛到底有什么好处？讲不清楚，讲不明白，劝人念佛，别人就真难接受啊。伊们啊会相信。这是咱应当爱理解，理解之后，咱家己信心坚固，信心清净，咱也才会当帮助别人，也提高端。先看经文：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无量刹中，无数诸佛欲不共称叹我名，说我功德国度之善者，不处正觉。这一关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无这一关，咱本来当听到无量寿经呢？本来当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呢？原来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就发了这个大愿，伊的国度成就之后，十方无量无边世界，一切诸佛如来，拢爱特意宣扬，一切诸佛拢爱特阿弥陀佛宣传，就好比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办了一个。教大学，十方世界这一切诸佛如来啊，拢爱帮助阿弥陀佛去救生啦。文殊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也负起这个任务啊，在咱这个世界救生。当然，这个救生就有缘的人，有缘之人。什么人有缘呢？你会当相信，你会当发愿，你肯念阿弥陀佛，安尼你就是有缘之人。
过去生中必定与阿弥陀佛有缘，与一切诸佛如来有缘，这是一切诸佛菩萨无一个无宣扬无量寿经，无一个无劝一切众生念阿弥陀佛的求生净土。咱从这一观当中，就当体会到这个法门是十方无数诸佛共同弘扬的法门，共同赞叹的法门，共同宽免咱、宽免大家修学的法门。你就当知影，这个法门在整个佛法当中，伊是甚么款地位？所以唔是一尊佛宣说，唔是一尊佛弘扬的，伊是一切诸佛共同弘扬的大经，这是其余一切经论啊，拢未当来介相比的。那么像在经文当中啊，咱一定要细心。我再看下面，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至心信仰，所有善根心心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乃至十念着不生者，不处正觉，唯独我业诽谤正法。这一关是大愿的海心啊，就是中心啦，四十八愿的中心啊，第十八愿是十方如来度众生的第一法门。那么前面呢，咱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，如果甲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讲的一切经做一个比较，《华严经》第一，这是古代的讲。华严甲无量寿经做一个比较，无量寿经第一。无量寿经啊，在咱这个经本里面有四十八品、四十八章，四十八章比较起来，都是章第一呢，第六章第一，就是四十八愿。啊，咱现在讲的第六章四十八愿。四十八愿有四十八条，啊，多一愿第一呢？甲注意讲，第十八愿第一。那么这一条就是第十八愿，这个是佛法的顶尖啦，啊，等于讲顶峰造极啊，上关的啦，就是这一愿。为什么称伊是佛法的顶尖呢？注意爱知影，这一观里面所讲的一句真正不可思议，十念必生。